相差21年冇代沟，陈海林应有上郑嘉颖屋企。早前有报道指44岁郑嘉颖因为拍大台新剧《挞23岁》无线上位花旦陈海林，之后仲被传媒发现陈海林想郑嘉颖位于大坑嘅屋企短住2粒钟添。今日绯闻女主角陈海林就联同陈莹、曾可欣同埋何雁诗出席大台到4个女仔3个巴搭谢 fans 嘅 party。传媒就梗系啄杀陈海林，追问佢同嘉颖嘅绯闻啦。佢就话同嘉颖系，但系有报道话你有上过佢屋企，系咪真噶？佢仲话唔介意男友同自己嘅年龄有差距添。其实年龄都唔系最重要，咁有好多例子，其实佢哋年龄都即系个差别都大少少，但系佢哋嘅关系都好好。所以我都赞成，其实你唔系话。哇，郑嘉颖，睇嚟你有机喎。Facebook 一开即韩，快啲下载，晚片如云，韩料最强。